群民众在海拔1000公尺高的卓溪山上活动，正拿起手机记录时，没想到突然间天摇地动。先不要放手，地震。整座山像是被推来推去，猛烈摇晃。地震当下，众人不断发出尖叫，原本蹲着的蓝衣男子甚至被地震甩飞，趴在地上。超夸张的，这个有7级了吧？超过了。来，再震哦，等一下。这很像哦。你看那个山的声音都出来了。整座山不止剧烈摇晃，还发出低沉的山鸣。天哪！原来是落石呢。事发在台东卓溪山，当时发生规模6.8的强震，整座山剧烈摇晃，还发出恐怖的山鸣，把在场的人都吓坏，趴在地上不敢起来。天崩地裂，然后人都站不稳，它有点低沉，就是那个声音很难形容，就是你听着你会就是从心里面发毛那种。影片曝光后，不少网友直呼山鸣真的很像野兽吼叫，太恐怖了。这反应没几人遇到地震马上匍匐，甚至还有网友说完全勾起当时921的回忆。地牛翻身，整座山剧烈震荡，甩来甩去，还发出恐怖的山鸣。惊险的一刻也让民众留下深刻印象。记者潘正贤、王一德台东报道。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，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。当然，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，就可以做喷雾清消，非常的安全，不会伤身体。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，儿童、孕妇也都可以使用。哪里购买呢？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。